卖好玩大侦探，大侦探。哇！好玩大侦探是由 Sexy Say Clear Wellness by Cosette 为你呈现，全新 Sexy Say Clear Wellness by Cosette 环保系列护肤品，让自然植物精粹一拖把，缔造健康透明肌。哇！非常好，今天我们来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，我们很陌生的地方，非常可怕，这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哇！首先，我们有请高矮差距非常明显的一组，哎，有我们的 DJ 组，哎呦，还有 Emily Po， 喂，叫 Sherlock， Sherlock， 我都唔可以輸噶喎，咁我係咩啊？金田蓮 ，OK， 好，下一组，嗨，欢迎我们白组，耶、一看身高就懂我们赢定了，哇！在现场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神秘女郎。凶杀案通常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现，东西啊，对，一个人类出现的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你是道具，对，为了证明它是一个道具，你有眼我给你举啊 ，OK 好，可以，一样，顾名思义，我们就要找出疑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你们五分钟，先把现场所有东西记下来，好不好？但我可以只用三分钟嘛，因为你喜欢嘛，你喜欢 ，OK， 大家赶快去把所有东西记下来 ，Let's go。你地下呢啲多多啊，大细啊，系啦啊。DJ 组张黑啊，在我们自己的低头，绝对不可以输。你刚 kick in， 他好像很 steady 这样，其实他内心很慌，因为我怕被电。我 feel 到。他们两个嘛，长年箱子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怕啊！拜托，谢谢啊！你们会的吗？其实我不会的，我们是来赢嘛。OK， 可以的。好嚣张啊！好了 ，OK， 好，请离开现场。这样子就有一点空白哦。走啦，两分钟，一直看。找出十个疑点，现在开始。你要有点担心点吗？快点，快点！哦，来哦！独排墙，来，快点走，慢走，慢走！卖好了，大侦探，卖好了，大侦探！你不要弄坏我们的道具！啊！卖好了，大侦探！来来，我先讲。Ladies first。刚才这两个是橘色的，然后橘色去哪里？换了。你换了这个，这样原本它可能不太缺。你是假要让我混淆，这样它做不到了。我认真，没有，我认真的。橘色去了哪里？走，因为它也是在里面其中一个东西的，它是一个对调的概念。OK， 橘色的，卖好了，原本橘色的，哦，他们挡着，他们来这里，这里后面，这里。OK， 好，卖好了，大侦探。OK， 兄弟们。你玩一次，后面都不用拍了啊！哇，要狂飞！卖完大侦探，啊，你讲，来你讲，这里少了什么？两个，少了两个，什么颜色？对，这个两个，两个都是这个颜色，啊，是还是不是？啊，讲完了，是，恭喜你答错。这个颜色，一个粉红色。OK， 小，我没有讲过答案吗？没有的，这个过了就过了。OK， 卖好玩大侦探。OK， 好讲。这一个 S Y O K shop， 这一个本来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厉害哟！加油！卖好玩大侦探。来，我们好玩的侦探主持人，我要 compete。哎，你们很吵，等一下了。现在我数三二一，看谁先举手。三二一，肯定是他。来，你讲。他的椅子本来是脚的方面是向这里的，OK， 而且向这边。你确定？如果不要的话，就弃权这一题，我们让对方回答先。来，让回答。OK， 卖好玩大侦探，怎么样？这个格，刚好的脚没有。僵的，他现在脚僵了，他换 pose 啊，讲完。他换 pose 讲完，因为就皮肤我做唔到你咩？
OK， 多謝你嚟我飛啦！啊，咁你就捧得公平，係我可以坐住請你哋玩噶啦，你加分加。给一些 tips 哎，主持人，我给一个 tips 你们哦，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是非常明显的，不会是那种撞两下哦就变掉的东西的。没有啊，大侦探 ，OK， 很明显的，不是一点点这样子。这个 zip 本来是关的，现在开。什么？哇！是吗？真的剪了。打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玩大侦探。你说，哎，这个瓶很美哦。啊，这个瓶，因为看一下这个很洁白，就无添加，是不是？然后这无添加就没有刺激性的了，所以你的皮肤就像这样子也可以用了的意思就是。等下我可以用一下。然后这个也是很适合你的哦，因为它最主要就是抗氧化，抗氧化就是不会抌到埋堆咯。哦，系嘛？会抌到埋堆咩？你点解用埋？唔系，因为佢最主要咧系因为可以提亮。即系你嘅皮肤就会，我好暗咩 ？OK， 卖好玩大侦探。OK， 来，这个本来在这里的，所以是这个在这里啊。可以。好，现在揭晓答案。真做梦，我站在你前面吧。是呗。恭喜你，可以。OK。说真的啦，有生之年，我其实还蛮想参加那个唱歌比赛，可是接到好 DJ 过后就没什么时间了。没有留啊。卖好玩大侦探。来说。这个没有的，刚才什么？好，我前两都都讲了。麦高玩大侦探，我要跟大家说，2020做惯好声音的导师呢已经换了哦。我们还是林宇春，还是李健，还是李荣浩，还有Origin 的是谢霆锋。来。啊，卖好玩大侦探了，反正我们有筹码的。刚才这个椅子的 position 跟那个是一样，就是它是，啊，另外赛，另外赛是吗？确定？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要打 number 的，打 number。哦，他减5000，不用紧。怎么可能？哇哦！你没有听我讲？哇哦！有听，你没有记错？你听，这个椅子完全不管事，来继续。卖好玩大侦探。啊，说。这个椅子刚才没有升降啊。什么？没有。升起来了，什么？没有降，不明显的。你觉得我们会做这样的东西吗？我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恭喜答对！哇，这个真的厉害！哎，你们我有看到，他有一题啊。刚刚阿云讲的两罐东西，有其中一样是，有其中一罐是换过的。我是你的话，我就讲这两个算，还是这两个算，一定的。麦海王大侦探，他们现来了就来过关，怎样？这个换成这个贷款这。恭喜你扣5000！哇，呢度好晒呀，呢度做咩唔晒嘅？我之前想这两瓶算吧，好晒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麦，海王大侦探说。好，这盏灯还是关掉的。哪一个那盏灯该是？哪个？这个还是这个 ？OK， 好的，扣5000。谁回报啊？你大胆点名啊！我没有 mislead 的 ，OK， 是有点的。我们好玩大侦探，不要乱来，我很熟悉。这灯是没有开，刚才。你懂我用了多少张5000吗？扣5000，来来来。刚刚 Emily 铺的那个方向是对的。麦好玩大侦探，就是哦，那盏灯的方向有换过那个位置。摄像，现在 Clarence 让 Clarence 确定是这一盏，让 Clarence 整个佛祖这样，整个佛祖把刀捧着，最后决定哪一盏。那走了，恭喜答对。讲真的啦，我觉得我们的 studio 一直都缺少一种颜色的笔的，那就是蓝色的笔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。我知道了，麦好玩大侦探来说是好，因为如果你有听麦我有讲嘢之前的那个单元是我有保留，每一天是5个 top point 的5个 news， 现在是没有第6个的，所以第6是加上去了，恭喜答对。还有另外一个疑点，跟我们的电台有很大的关系，我们电台很重要的东西。我喽，还有我，看我们两个。我直接说了，问题就出在这块板。麦好玩大侦探说，这块板呢？平日的时候它是放在右边的，然后现在在左边。麦呀，快烦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哇，真 upside down！ 啊呀，啊 yes， 对了，答错。啊 flip 吧。麦好玩大侦探来说。我现在要来播，
这个不是哦，什么啊？第三个第四罐是什么？倒转的，真的确定？你们终于答对了，哇，很累啊，没有理由的，我很累啊，错啊。麦好玩大侦探，我告诉你哦，这块白板平时是在外头的，现在它变成在窗内，真的吗？真的呀呀呀！恭喜。答对、哦、好了、哦、我们再来计分，来回来让我算一下，多紧10K 20K、嗯、我扣20，负20，负25，10K 20, 所以他们是负 5K minus 15。我还有个家具有哪里、哦、对对对，你这个也是 minus 嘞， minus 10K 20K 30K 40K 50K、欸、我有20啊， 60K 后面还没有， 60K 减 20K、欸、总共是 40K， 掌声鼓励，我来了，结束了，来 OK 直接大惩罚，来快，哇老来准备，哎等一下，哇啊我都没敢哎，讲得好哦、啊，我们才给你们过关呐、啊啊。OK， 来准备，来，好啊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不要这样子，看清楚呢、YouTube channel， 为什么你没有反应？好玩，哇，我已经破100K 了。Yes， 请 subscribe 麦好玩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还要100K 了，记得按小铃铛。哇，太高了！好了，太极高啊！谢谢大家。麦好玩大侦探是由 Sexy Clear Wellness by Cosé 为你呈现，全新 Sexy Clear Wellness by Cosé 环保系列护肤品，让自然植物精粹一脱网，缔造健康透明之。谢谢，我们赢了。赢了不光彩呀、啊，你们谢谢两位啊！不光彩，你讲得起？拜拜，你讲得起？拜拜，拜拜。好玩大侦探。